颜色有配好的。对，我们两个搭配。搭配。你看我超素的，我刚在上面找帽子也找不到丝的。哎，那顶嘞？那两顶。最紫的那一顶。我连手机壳都。因为我刚刚就想说，我好像也对，因为我刚刚戴着，我觉得好像蛮怪的。不会啊，挺可爱的、啊。真的吗？因为这个太夸张了。这个好像有点。这是什么？钉钉哦。钉钉人。九人了吗？开始了，对，开始了，开始了，刚刚就开始了。我还在这边搭配帽子。Hello， 嗯，今天主题是，旁边有，主角还没有出现。对，有人知道今天直播的主题是什么吗？嗯，等大家多一点嘛，还是、等到200？嗯。今天直播有一个大来宾，嗯，蛮，就是大家很喜欢，对，大家好像已经有蛮多人在期待，而且询问客服，他，嗯，这个大来宾他真的是，就是你一眼看到他，你就知道他的代名词，对，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嗯，好，哎，200嘞，我们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在明天10点的时候，官网会上架一款跟 Tiffany 合作的黑裤，就是 BK102，然后是。Tiffany 有参与尺寸的试穿，嗯，布料的想法还有加在里面，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有邀请到 Tiffany 本人来这边我们的办公室这边直播，我们要欢迎他一下，谢谢。嗨，大家好，我是 Tiffany。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Tiffany 昨天上传的影片？嗯，如果大家不知道我是谁的话呢，我是一个 YouTuber， 然后呢，我的 YouTube 频道叫做 Where to Eat Tiff，嗯，然后我平常就是有在分享一些生活啊、美妆啊、穿搭等等的，然后今天就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好像可以，我这一次合作的这个定制款。那这一次呢，其实这个 BK102这一款呢，它就是承袭了 BK 平常 Puzzle 的这个良好的黑裤的传统，对，它非常非常的贴身，然后呢是做一个高腰的设计，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大家其实比较喜欢这种有那个拉链扣子，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一般那个松紧裤头，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比较像内搭裤，对对 对，然后这种的话就是可以这样穿，而且那时候你就是觉得说你一定要。就是有拉链、有扣子的、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伸缩裤头也好，或是扣子也好，但是因为这个其实你能扎才会看起来更好，对，对，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择这种真裤头的、嗯。那除了裤头以外呢，这个厉害的是它前后都有口袋哦，能、看到吗？而且不是那种就是装饰性，是真的可以放东西进去的、这边，然后还有屁股、这边，你看我这边刚好放卫生纸。看起来再翘臀一点，再翘臀，有很翘，哪个角度最翘、嗯？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像之前可能会碰到一些版型比较不好的黑裤，它的那个口袋位置做错的话、反而会就弄巧成拙，让会看起来屁股下垂，超宽的、对啊，所以这一款它就是很贴，你看我即使有一点皱起来，它也不会，对，是不会凸出来，但是因为它有口袋，所以它真的还是会有一点点出来，对，就自己稍微来弄好就好了，对啊，就这样比较方便啦。你要擦手机啊，或者拍穿搭照的时候，对，不然每次在卡着，就没有那个，对，这样子你知道比较有气势这样。那再来呢，你可以看到它裤管超级贴，就是我们来玩谁找得到皱褶的游戏，根本来找找，真的超级无敌贴。看得到，对，然后它的材质呢是属于比较正式的这种，偏西装的。对，应该说，因为你那时候在发想的时候是想说要正常，就是很像大众的黑裤，就是大家会穿的黑裤。然后，但是布料是沿用 Polo 一直以来就是很热卖、非常热卖，然后人气也很高的黑裤的布料。但是因为这次的布料我有再稍微升级一下，就是稍微适合夏天，偏薄一点点，但是挺度跟弹力还是很非常的。其实我今天穿觉得真的是蛮不热的，对对对，因为其实夏天我觉得最怕，其实我夏天真的穿长裤的机会比较少，对，可是呢，所以如果真的要穿的话，一定要穿这种
薄，然后呢不会太憋的。对对对对，因为有一些那种材质是怎么太硬了，太硬对对对，它没有弹性的话，你就会觉得被束缚在那边。可是因为 Paolo 的黑裤其实弹力是非常大的，对，要试拍一下，超级弹，而且就是虽然它很弹，嗯，可是它并不会像一般很多黑裤，因为太弹的话，你可能走一走啊，它就已经垮到那边去了、嗯，而且加上它高腰的关系，这是因为做高腰的，所以更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这里蹲下来。真的是蹲给大家看，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担心低腰的黑裤，你一蹲。之前超有一款，可是它是因为松紧带，然后当时流行低腰，对对对，现在人流行高腰，对，是不同的造型，不同的设计，嗯，而且这个比较高腰，肚子就会被包起来，对，就是可以。像我们两个都是把衣服扎一点点进去，嗯，对啊，然后看起来好像裤长就会，就是下半身比例就会比较好一点。昨天有人问我说，就是有遮得到肚脐吗？遮得到，完全看不到肚脐。我的肚脐正中心，我的扣子肚脐在扣子下面，对对对，更高，差不多，它差不多，因为你真的到太高的话，不舒服，也会闷，也会卡，嗯，对。然后说到肚脐，就有一点很重要，而且呢，就是我，你有，就是你可以没说，对，当初对这一款黑裤，我其实最在意是它坐下来舒不舒服，因为其实我觉得影响你会不会想穿一件裤子，首先就是坐下来舒不舒服，因为你很多时间都坐着嘛，所以我这次选的这个，它这边呢、啊、非常非常的弹跟软。所以你即使你坐啊，你看它也不会就是陷进你的那个肚肉里、嗯，你不会就是像我平常不好穿的裤子，一坐下就都解开。可像这个我真的不用，因为它这个腰头这边它也是用这个裤子本身的布料做的，所以它不会说很、哦、就是没有弹性，它也是有带有弹性。哦，难怪这样，对啊，这样真的我觉得真的有差。嗯，对，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裤管的部分，裤脚，裤脚，我是觉得。代表我黑裤的就是最大一点，就是我是裤脚病，对，有一定要超级匀贴。所以这一款我觉得它最厉害的是，不管从 S 号、M 号、L 号，甚至到 XL 号，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你会想说奇怪，它有换裤子吗？就怎么每一件都还是，即使可能就是这边会松一点，可是裤管还是贴的。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很在意裤管贴不贴，我真的有信心，我真的不觉得有任何人穿的。你觉得你脚还算细的吗？我觉得我脚还算算行，就是它可以很贴，因为有的人比较大脚，可能脚的尺寸比较大，它要塞不好塞。可是这一款我觉得是它裤脚穿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紧，对，是好好套好穿脱的，自己一个人穿得起，不用别人帮忙，不用一直跳的那一种，真的差很多。很多人想要知道这份你穿的黑裤是什么尺寸哦。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尺寸这部分。那首先我的身高是165公分，然后体重现在对57、58左右。对，那我自己个人的话呢，其实 S 就是我的身形比较属于，你看我的腿是属于大概 S 号，可是我在腰这边肉很多是 M 号，所以我觉得他很懂我的痛苦，所以 S 号我。拉得起来，但是就觉得你知道，随时要爆炸。你有穿 S 号吗？我想想，你穿 S 号吗？因为我也是，我158，因为我比你矮，你因为你16，可能你的裤长要对，就是要稍微长一点。然后我158，我52公斤、嗯，所以我也是腰这边比较露，很露，所以会喜欢穿个外套来遮一下，就是像你这样旁边至少对有一点这边盖遮一下。但是这个我穿 S 号的脚踝是非常。对，我很喜欢，超贴的，你真的穿得好。对，所以我个人的话，我是穿 M 号，我觉得最舒服。看 M 号，大概是还有一点点空间的，嗯、所以即使坐下来也很 OK。嗯，因为这一款尺寸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S 号跟 M 号裤长是一样的。嗯，对，就是因为 Tiffany 很喜欢一定要露出脚踝的长度，所以我们特别在放码的时候没有长度放太多。就是不想要它太长，不想要你买到 M 或 L 又变得很长，因为有的人他不见得是很高的，对，有些人不喜欢，所以这次就可能要跟就是175的女生说一声抱歉，因为我本人腿比较短一点，所以可能你们穿的话就变大概8分裤左右、嗯，但是如果你是我这个身高，你会很感谢有这样的设计，不管是 S 号 M 号，你都可以露出脚踝，然后呢，加上你看像这种鞋子啊。那个整个露出脚背上，对脚背的感觉更修长。对，而且你看我现在穿的是平底哦，嗯，还是可以，就是有一个看起来很高哎、欸，对啊，看起来很像，我觉得差很多，嗯，就是好，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到底是全长比较
腿看起来比较长还是九分，那后来我们觉得九分其实还是最修饰效果最好，尤其是夏天你要搭那种小白鞋，小白鞋的时候一定要九分，因为我自己也是很最喜欢就是102的长度，就是九分的长度。嗯，对，就是它，因为它都是穿小白鞋，对，因为搭球鞋啊，或者搭像这边脚上那种比较女生一点点的鞋子，其实。只要因为脚踝很合的时候，你穿球鞋就很可爱。对，是不是？而且因为有些鞋子鞋舌长度你不能控制，对对对对，太长的话有时候挡到，那你只要是九分就没有这个问题。嗯Tiffany 穿 S 也可以哦，只是他觉得比较不舒服 ，M 号比较自在。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是很能穿很紧裤子的人的，嗯，所以如果连我都觉得，稍微，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身高体重跟我差不多，我建议你选 M， 因为你看其实 M 还是贴啊，嗯，对啊，我们两个其实他穿 S， 他我们穿，嗯，但是效果很差不多。对，我穿 S 差不多也是这样，不是真的贴到紧致，嗯，但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可能因为看起来比较。你自己穿的比较舒服，看起来不会那么紧绷的感觉，嗯。你今天有特别穿了比较造型，是没错。你像今天是走什么路线？今天是走一个欧美率性，小慵懒。这个最近就是比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比较难穿的，啊对对对对，想要示范很不经意穿就可以穿出这种感觉。我刚才试穿的时候，我就在求救说。这件到底怎么穿？就制作人就在旁边了，就开始帮你了。我的骨架比较大，我的肩宽大概到42左右，嗯，所以我刚刚在穿这件的时候，如果我要露双肩的话，我可能扣子要扣到肚脐，是肚脐露了。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发现，哎，这样单肩穿也很好看，嗯，就是我是这边把长度调短。然后呢，它这边可以调肩。对，我觉得可调是差很多，因为每个人的这边的宽度不一样。对，所以其实这边是有的哦，这边是有的哦。然后里面就是穿一个这种平口的，对，就是无肩带的内衣就可以完全遮住。然后我很喜欢它这个锁骨线条，就会看起来比较瘦，对不对？就是它开的大 V 不会深到你看会露出太多，可是又可以有一定的肌肤。然后再来我要讲，我觉得袖子超好看，可爱，超好看，因为你流行宽袖。对，就是它的宽袖不会宽到你整个啊，吃东西会就是你都要弄到，可是它又很服帖啊。我刚一穿这件我就超开心，因为今天又刚好比较凉，嗯，等一下就要穿这件走，就穿这个走，不穿白衣服了。对啊，而且扎进去也超好看。对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蛮就是有欧美感觉。然后我是比较，你平常在上班你也可以穿这样子的感觉。对啊，就是你如果要上班的话，哎。正式，或者说下班之后，对，下班下刚这是下班哈，嗯，那我们上班的话呢，我们就变身，就可以变，哎，老板好，很乖哦，对，对，马上就没有那种感觉，嗯，可是两穿呐，肩线还是漂亮，就是不会看哦，完全不会显宽，嗯，落肩。你平常穿衬衫多，因为搭黑裤其实不管搭什么，我觉得都可以。对，黑裤我很喜欢搭白衬衫跟白裤。对。很利落，嗯，而且就是扎起来的这个弧度，我觉得特别好看，嗯，就是让它又有一点点上身短一点点，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嗯，对啊。然后不管鞋子你其实你要休闲一点，搭白鞋也很好看，嗯。我今天搭这个红鞋，我觉得蓝跟红很搭，可爱，对，就是很青春洋溢的那种感觉，嗯，就不会你不会觉得太成熟，对对对对，平常也可以穿出门逛街或什么的感觉，对啊。那小杨要不要介绍你身上，因为很多人在问这个外套，非常，因为大家就说Tiffany 要介绍就是流行个性的黑裤穿搭，然后昨天Ruby就说我要穿成甜美，然后我想说，黑裤到底该如何穿甜美，我昨天在家超在家想，有没有在家想了一下，我想说其实搭那种甜美上衣好像我也不会这样穿，那我想说决定用颜色来搭配，对，就是不要就是用款式，就是用颜色，可爱的甜美的纸啊，甜美的红色系鞋子跟就是装扮，甜美的人，对，我觉得就是很简单一件白色 T 恤，不管有没有印花字或者说素面的，你要配圆领 V 领的，我觉得都非常好搭黑裤，因为黑裤就是百搭，黑裤完全不挑，你只要家里有白色 T 恤，对，任何 T 恤其实都可以，然后只要扎进去就蛮有那个率性感，对，或是长版 T 也 OK， 就把它当 legging 在穿也可以，嗯。那我就想说，我们两个想要穿不一样的感觉，对，然后这边是比较那种就是欧美的感觉，然后我可能就是比较就是韩系休闲，我是完全被烧到这件衣服，因为它这个 V 领也很好，那这个 V 领很显瘦，对啊，就是之后那个我的那个 AA 系列的，一定我先穿，一定要。然后紫色这个也是就是之前 Lily Valley 的，对，之前 Lily Valley， 现在还有，因为我刚好看架上还有，它客服今天都是这个，对，超好看，客服有把这个网址置顶哦，置顶，对，大家可以就是黑裤。
我们今天就搭了紫色，你的其实有点算是对，我们是蓝色系的薰衣草系列，今天有搭配好的，有可能是可爱，是比较休闲，就是很轻松，就是野餐感。因为刚刚很多人在问那个小织女裤衩穿起来，好，今天我再来，那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尺寸是 Tiffany 有参与就是讨论的，所以我是156，我穿起来稍微比平常的102长一点点，大概很 OK， 它超过脚踝了，对，就是大概到脚踝中间，嗯，因为平常我穿102可能是脚踝上一点点，所以我156，然后腿不是太长，所以大概是长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到就是，很可以，也没有到过长吧，可是你镜头要往下一点，就是它也没有到过长，其实。对啊，它还是可以捞。我穿到脚踝，我一五八，我们两个差不多。对，我156，对，我是到脚踝上。对，牙足的不，小羊的好像在上面一点。然后你们可以发现，其实我的腿也没有很长，我也是很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虽然165，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的腿长大概是160公分左右。那如果你是150的话，可能可以等我们之后有103系列的话，就是系列，大家可以等那个系统。对。就是真的等不及了，可以买了，那就改了。改长度，改长度其实也很好，因为它上面都还是整个服帖度都很好。嗯、所以我觉得黑裤其实你搭任何的上衣，其实它是非常百搭的。对啊，就是你一年四季非常日常的一个商必备单品，就算夏天了还是很容易穿到。但是这是因为 Tiffany 它特别有想说它的加了一些它真的很在意的想法在里面，让我觉得这一款 BK102成为就是很。也蛮经典的一个款式，我的宝宝，对，生出来了，明天会诞生。这包什么星座？双子座。不对，现在什么？现在是五月吗？5月3号，金牛座，金牛座感觉会很耐穿啊。有没有接的还不错？非常的。你也觉得我刚讲？所以，我们明天可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们金牛座的 Tiffany 的宝宝。那要不要讲一下最重要就是价格，黑裤的价格。好，价格的部分呢，我真的，我那时候你们应该有看影片，我本来给我小毛猜，他猜这一件要1000多块台币，你就知道他这个质感真的非常好。在美国买，对，所以真的价钱，这个是单件的话呢是490，可是呢跟姐妹一起买的话呢，两件有做活动价。98，好便宜哦！不限尺寸，你可以看，就是要买两个尺寸或一样的，现在或者立马 text 朋友，谁要说赶快周团，赶快周团，因为有很多人说他们明天可能在上班，然后抢不到，就跟朋友一起抢。对，我真的觉得这不买两件就是。因为黑裤，因为我们的黑裤其实做的是很，我觉得很平价，对 ，CP， 我觉得 CP 值很高，高的，我们的黑裤的，因为黑裤就是365天都可以，都一定要穿，就是你可以穿到的商品，非常值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投资。那现在你们要不要往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跟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Tiffany 跟小杨。明天10点，早上10点，明天只有上黑裤哦，刚很多人在问。哦，好，明天只有上黑。Okay. 希望未来有那个联名。对，如果大家就是持续支持的话呢，我们也很有可能有其他的这些大武家相关的系列。我现在又想解开了，我就解开真的好看，解开好像比较有个性的感觉。你在后面这两条就是、对，就是有人问说这款黑裤跟之前的 BK 系列是同个材质吗？我说明一下好了。给我一件好了，我拿一件。这款黑裤呢是之前黑裤在升级，布料不同，布料是它是春夏款式的布料，它比较稍微偏，它比之前再薄一点点，就很适合春夏穿搭。然后它的弹性一样超好的，一样很弹性一样，需要两个人一起吗？两个人一起。哇，这是 Avery， 没有夸张，现场吧，真的很好。然后因为它是之前的布料是。我觉得它是同样的布底，但是我那时候我们跟布商在讨论的时候是希望它能做到比之前的再升级，就是布质感啊跟它的材质都可以再提升。对，所以是材质不同，有些不同。对，稍微，但还是有优良的。但穿起来一样是显瘦，因为我们的 BK 黑裤就是显瘦，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显瘦。对，还有什么问题？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一款特别显腿长，你们不觉得吗？我刚穿上去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在挑材质的时候，就是它这一款很舒适。我有给你穿过不同材质，
对，因为有些材质虽然大家很强调要绑肉、嗯，可是有时候你反而绑完就是你像香肠，会变一节一节的，对。所以如果说你刚好是肌肉腿的话、嗯，那个会更明显。所以呢，我们最后选的这个，它虽然不是超绑，但是呢，你可以看，就是因为这样，它让你整个腿型蛮直的，嗯，因为像我姐姐她腿就可能再稍微粗一点，我觉得她那时候穿起来，我就她是穿她也穿 M， 也穿，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 M 号算是一个这种我们这种身高女生就是通用的，对。好，是扣子哦。嗯，刚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好笑。他问说：“你可以示范外套穿好的样子？”不好意思啊，可以啊，穿好，穿好也很可爱啊。你是要扣起来吗？需要扣起来？刚刚也没有特别没穿。有啊有啦，我就是随便穿，没有太那个。就是随性感觉，随性。然后它是这边有开叉，而且有一稍微有点后面有比较长，而且它是宽袖，就是今年很流行。就觉得好像一定要购入紫色，而且今天天气凉凉，够穿好了吗？因为有穿好，气房刚刚好。好像你姐姐听到你说她腿比较粗，哎、欸，我觉得哎、欸、，sorry， 姐姐来了，姐姐嗨，你去了，姐姐因为会等一下就再给你，嗯，对，穿久屁屁那边会起毛球吗？这个要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款其实我们自己两个本身都洗过很多次，其实不会其实不是起毛球，它是它的弹性纤维。之前有很多客人反映是弹性纤维的关系，它不是、嗯，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白色一根一根啊，它就是裤子，因为裤子要这么有弹性，它里面都是有弹性纤维。那经过就是你可能穿啊、拉扯啊，嗯、或是怎么样，它这样拉扯了，那纤维就是会断掉，所以断掉它就凸出来，那个白白的就是断掉的弹性纤维。对对对。所以其实跟洗涤的方式没有那么太大的关系，只要是你穿着的方式，你穿着，对啊，你可能每天穿，你不会穿这个去跑步跳舞的话，可能太热了嘛。对，稍微对啊，其实你正常走不太容易去撑到、啊，所以是不太有办法保证说，可能不一定不会长。就像每个人真的穿衣服的方式、嗯，如果说他刚好穿的比较小号，那你也等于是每天因为很紧的、啊，很紧的话，它的纤维，它的那个真的会撑开，对、啊、对。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在撑，但它不会失去弹性，不会。这一点我觉得蛮厉害，就是它里面是有很多根，不是只有几根，就是掉几根没问题。对啊，我很少碰到他们家洗一洗，可能会就是松掉或者都没有。裤子长度我记得是94公分 ，S 跟 M 都是94 ，S 跟 M 都94，然后 L 是95，加了一点点，对，还是希望有九分的感觉，嗯。上一段每人穿衣习惯不同、嗯、对那我那边有问题我目前是穿 M 号哦、嗯、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这个直播分享加留言对送就会抽五位送黑裤真的、啊、大放送哎、欸，五位我们没有抽过这么多快分享啊、欸、这而且这样子是保证拿得到买得到裤子的名额啊、就这五个人，因为我想要追你，我看你很多影片，很怕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他怕他买不到，很想要，所以可以两个都你看又分享对不对？然后又买就都有机会。嗯、所以小杨是 S 号、啊、，Tiffany 现在是穿 M 号哦。是的，好。那他们再开抽想要什么问题？有点卡，又卡了吗？真的，想抽到，抽到，想抽到，赶快分享哦。分享加分享，留言加分享就可以抽。已分享赞，他抢不到，那大家明天就是要准时早上设闹钟。哎，闹钟不要设十点哎，要设9:55。因为你要先登录会员。对哦。对，先登录会员，然后直接上架的时候直接按。S 跟 M 裤长没差，但是腰臀围是有差的哦。对，腰跟臀有差。嗯。而且很高腰，就很我觉得腰差蛮多的、嗯，因为其实我穿 S 扣起来的时候，真的有一点就是这边有要扣开。对，那 M 的话，我真的是可以这样，还可以拿，就是肚子可以伸缩自如。对啊，我是自己是觉得夏天我会挑 M， 会比较穿起来整体不会那么闷。对、嗯、对啊，因为你还是常常要坐下来。那要差不多跟大家说拜拜了吗？那抽奖什么时候会抽？抽奖什么时候会抽？等一下结束就会抽，立马抽，立刻抽，然后最后再Ruby 立刻抽，最后十秒要倒数一下，立刻抽。再跟大家说一次价格跟上架时间。好的，明天早上10点准时上架，然后单件490，两件698，记得揪姐妹一起来买。
就像我们这样穿。买的话可以记得穿的时候可以 tag 我 tag Puzzle，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都看到 tag like Puzzle。对对对，我这样很好笑。像现在有很多黑裤不同的穿搭，对，我想要黑裤不止一种，对、啊，还有每个人穿起来的样子啊，也可以当做就是分享。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喽，好，谢谢大家，拜拜，明天见，拜拜。